一，正确答案是一，一，妈妈，一，天幕还真正常有天幕。再重新学一遍来，重新学一遍。塔西陪我站。你好啊，一起完成挑战。人。谁好啊？来学习。一。今天的汉字挑战和数量有关，出发喽。任。任。一字就像一串烧烤。我们来做烧烤，可以叫一根玉米。二。再松土，再弄。第一排，第一排，第二排，哇，你挺厉害。二，接着二，二字就像两条横线，上面的横线短一些，下面的横线长一些，两条横线就是二。二，第二的二。我们张安、张悠悠一起写的二。三三，嗯，对，真棒！耶，可以到礼物盒啦！写的手，小精灵很开心。人，人，人，嗯，耶，可以到礼物盒。人现在认识人了，人已经学过了。人人人人人、口口，森嘎开波果还在？不是你口。想一想哈，森嘎开波果几个？手嗯。人人人，不是那个小锤子，再寻寻吧。人人。森嘎开波谷几个哟 Tiger Tiger It's a Tiger 嗯 It's a Tiger Tiger 哎哎 It's a Tiger 够不着啊出击出击西安本能叫做 It's a Monkey 哎大哥车去哦、等一下咱都玩完这个别咋呼哈学孩子在学习呢你别咋呼、刚才安悠悠都吐了吐了一床一厕所哎呀他爸爸在这给整理呢小点声小点声孩子睡着了刚把孩子哄睡了他爸在这打扫呢像我老公这样的哪干过这些活呀你看看现在也在努力的干这些活呢你看用的那个消毒液在这打扫孩子吐的那液我都在那放着呢然后把这个床上的这些床上的这些垫子全吐了我幸好还有一个备用的就是俩孩子睡着了双胞胎哈有一个不好的就是一个干什么事另一个肯定得跟着干就是安安看着又有吐了自己也非得给吐出来给吐了两身衣服都搁这放着呢。那我提前带张安安出来了，为啥带他出来呢？带他来医院。今天早上起来有点咳嗽，然后带他来医院看一看，看着头发长的，给他已经预约了那个理发师，给他剪头发。他知道在这干啥吧？在这找蚂蚁呢。在喊蚂蚁呀，给你呀，在这找蚂蚁呢。哎，给米！哎呦，你来给米，你来。给米。哎，可到这上面给米，哎呀，还行呐。弄了嘛吧？只用眼睛看一看，你这样的话，给米，哎呀，还。一娃。你说蚂蚁呀，快过来。蚂蚁嘛，爬爬。快过来，走，爸爸来了，走。蚂蚁呀。巴黎一辆呢快点走他这样呢你看欧拉卡自己刚才他爸爸我们送来然后非得要拿他的包
说爸爸，安安的包去哪了？爸爸，爸爸。嗯，爸爸，安安来了，那你自己上去。爸爸，爸爸。把包给我，把包给我。去。爸爸，爸爸。爸爸自己爬上去哈。妈妈一会儿就上去，妈妈把包给你放下去。把包给你放下。今天我们去水产市场买了好多东西，花了36块钱买了一盒香水鸭，回去炒香水鸭炒鸡蛋。等着啊，走。去给车加压这么快吗？풍선에바람넣는데시간오래걸리나아就很快就那啥了是吧就弄完了그기계로기계로그냥딱하는데아저去接悠悠去这样安排的正好去托儿所接悠悠去我们提前把安安接出来了为啥呢就是要带他去医院现在去接悠悠去先呢你不坐那小车你不坐那个了刚才来到之后先往上面爬现在也不爬了先往那个安全座椅上爬坐上去吧你不坐呀先呢重生强叉再去重生先呢看啥呢你走啊刚才说强叉再去重生先呢一坐都跟呢咱俩去那个剪头发去走走把手给我走啊干啥去你啊你知道他干啥去了吧去买冰淇淋呢不能让他去这这先呢先呢你走了呢走走走看我们张张这那医生那先呢给大点要给你要带他去剪头发还不到点呢然后先带他来这个图书馆来看看书成天在电视上看这玩意儿。嗯，不可以他去了呢。他在旁边有个小姑娘，想拿他的东西玩，想拿这个书玩，还说 no。天哪，都开腾格呀！不能当右手吧？妈妈看那个没有他的书，处理了。这是啥呀？前两天安安悠悠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新入园的几个小朋友全都感冒了，都去医院了。但是以前入园的小朋友没什么事儿。很多人说，为什么在我婆婆家不
会生病，为什么到我们家生病？因为他们是入园嘛，就是去那个托儿所了，托儿所的小朋友会有很多交叉感染的，然后老师说这是很正常的，反正头一年入园头一年经常会生病，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我之前一直没送那么早送他们去托儿所也是有这个原因，就是孩子免疫力抵抗力比较差，送的比较早的话可能就会有更多的麻烦，所以我们就等到差不多三岁再送到现在，但是现在还是也是会生病。看彩彩主动，以前的时候他们生活环境比较单纯，也没有小朋友传染什么的，那现在的话因为小朋友一起都互相传染，没办法。奥迪苏莫吉像送的比较早的话他们就抵抗力就比较强了。奥迪卡吉陈先生，抓小偷了，这孩子抓小偷了，从前一点刚才安指着大象说那是 elephant， 你咋知道那是 elephant 呢？啊，西安呢？最近我看他们英语学什么 fox、tiger、elephant 都学呢。小狗。哎呀，我们安安是多于喜欢看书吧？但让他走他不走，然后到点了我就在那里陪了他大概有十多分钟吧。啊，我说咱们走吧，他说呢，或者小兔子自己出来了。安安就是真是挺乖的，除了不吃药以外，脾气比较犟，不能这走到哪这这。내려갑니다네내려가실거예요타세요네아이고창피라치킨놔둬줄거예요안녕하세요인사해봐안녕하세요시아나할머니야인사해봐어머애착인형이네